皆さんこんにちは，欢迎大家收睇 Jarvis 之日本语教室。喺呢度我会教大家最贴地、最好用，同埋日本人听到会觉得你好有型嘅日文。嗱，第一集我哋先由最简单嘅开始，教大家五句喺日本好使好用嘅日文。好，呢个时候我哋上堂。第一句最紧要学嘅，梗系我想去呢度啦。我想去呢度嘅日文系ここへ行きたいです。ここへ行きたいです。講嘅時候仲可以配合相片。ここへ行きたいです。ここへ行きたいです。只要有相，有埋呢一句，你想去涉谷、去新宿、去酒店、去廁所、去邊都得啦。ここへ行きたいです。第二句係大家去日本嘅主要目的，買嘢。去到間鋪頭見到件衫，哇，好靚啊！跟住諗住問店員有冇新嘅時候。冇理由講 Do you have a new one 噶，唔夠型啊嘛。同埋你想講英文嘅話，就唔使嚟睇我啦。呢個時候要學嘅日文係呢一句 Atarashi no kudasai。Atarashi no kudasai。呢個時候店員會好忙碌，佢會周圍走，走完一輪之後，翻嚟話俾你知係有或者 yes 冇。呢個時候你自己決定啦。冇新啊，呢件都 OK 啊，冇甩線啊。第三句都是跟大家买东西有关的，那几多钱的日文导游都会教你伊古拉几时的，不过你说想像日本人那再讲得有礼貌一点的话，可以加个我字在伊古拉前面，变成一个我的伊古拉，我伊古拉ですか。不过无论怎样都好，我想教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，是之后所发生的事。你知道多少钱最重要是懂悭钱嘛，懂悭钱当然要懂退税啦。退税的日文是这一句免税できますか，免税できますか。呢个时候店员又会俾两个答案你噶咯，一个就系系，一个就系 yes。不过最紧要系搞清楚自己买嘅嘢过唔过5400 yen。如果唔过冇得退税嘅话，问呢个问题好蠢嘅。哇！第四句最紧要学识呢句你就所向无敌，因为所有人都需要同网络接轨噶嘛。去到铺头问个店员。啊！你呢間鋪頭唔知道有冇 WiFi 嘅咧，同埋個 password 係乜嘢咧？呢個時候你要學呢一句 WiFi はありますか ？WiFi はありますか？問完 WiFi 都要問 password 噶嘛 ？password 係呢一句 ，password は何ですか ？password は何ですか？講唔到唔緊要噶，講英文都得噶。password は何ですか ？password 何ですか ？password WiFi。第五句我哋讲下影相。香港人去旅行成日都系部相机行先，不过去到日本俾部相机出动之前，最紧要就系问咗人先，咁先至系一个有礼貌嘅游客嚟噶。问人哋呢度可唔可以影相嘅日文系写真を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写真を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呢一句好深，不过真系要学噶。因为除了在这个地方影相之外，有阵时喺呢条街道会见到个哇好靓女啊，哇好靓仔啊！你想同佢一起影相嘅时候，都可以讲呢一句，不过前面要加埋一緒に，一緒に写真をとってもいいですか？学识呢一句同人影相嘅话，咁就所向无敌啦。当然你可以同人哋讲话 ，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？不過如果你講 一緒に写真を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，我覺得成功率係會大好多嘅。最後有一句係送俾你嘅，就係、是、當你喺日本嗌救命啊嘅時候，應該講咩咧？就係呢一句 Taskete Taskete Taskete。咁就算遇到乜嘢都好，只要講一句 Taskete， 日本人一定會救你嘅。係，佢話嗰啲。大家如果想再繼續學多啲又貼地又有用嘅日文，記住繼續留意 Jarvis 之日本語教室和式講日文啊！